好，谢谢。今天这个场次非常特别，是因为我们在暑假要在我们学校办一个展览，这个展览非常特别，它是它的概念叫做在童话故事里学科学，然后我们选中的第一个童话故事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，所以我们会把爱丽丝漫游奇境里面的几个经典的场景，然后把它实体化，而且把里面的科学元素抽出来包装一下，然后让小朋友透过来这个展览，然后来玩来互动，然后偷偷摸摸的我们就把科学放进去，让小朋友学会。好，那待会的流程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会先从这个门出去，然后陆陆续续进入我们的会场。来，小朋友可不可以跟我说，爱丽丝她进到那个奇幻的世界，他是因为什么样？他掉到一个兔子洞里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。哦，好，你都背起来了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哈，来，请进场。来，请从这里进场。怎么来吗？出来，无底洞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
掉进去了。我看到什么？你掉进去了。没有。你没有掉进去啊？看到什么？没有看到。你到底有没有在看？看到什么？一个洞。有一个洞。爸爸想看，也可以来看。喂，爬出来。等一下爬出来。直接趴在那个洞上面有障碍。那是那个。你没有爬出去吗？你没有掉下去？你没有掉下去啊？好挤呀！他不敢踩中间。他们都是这样，两只就好。好乖。谁敢下去？我敢。好，再次。Sorry。嗯。